聂西，我靠，还行，没有跳点上来，我靠，算不错的。插眼，我先走了。这踩板嘛，我靠，背的没好。啊？大房什么东西小哥？插眼，走了，娃娃还行。肯定是有封窗的，50-60。我操，差一点点，我靠！我就烦，你又不能震慑我，震慑我就是你会不会玩呀？狙击刀不会玩，熟练度不高。转到没说，老爸给砸头，要不要砸头？喂，啊，送你砸头，我死了，我靠！操，还有封窗的，它不是快拆。真上头啊，大哥，还追啊！怎么又来了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你俩，你们就非要修这台吗？我操！娃娃送了个一阶，哎呦我操，不行了，又拉出来了，我操！他没有带蓄力加速，是吧？想把我叫来这人。哎呦我操！哎呀我操！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出那个什么都不行啊？我看。哎呀，真菜！好菜！哎呦，这低刀有点亏，低刀没砸到。